莫大夫，楼主近日情况如何？楼主旧病复发，时日颇久，都是因为少了月魂的压制，这病势才如此汹涌。且楼主此番还要……莫大夫，若不出意外，月魂这几日便会被送至听雪楼。如此甚好，老夫告退。 有劳莫大夫。楼主，阿静先前擅自带殷姑娘离开，是我考虑不周，如今人已安全带回，眼下楼主召见，可有要事商量。此次国色监问事，赏鉴的事宜。 就由你一手操办，届时我不会出面，一切就看你的了。楼主如此看重国色，而且此番一定会有大量江湖人士前来听雪楼，这么重要的事，你当真不打算亲自出面吗？若是我以眼下这般模样出现在众人面前，只怕以后更难堵住天下人的悠悠之口了。不会的。 你会很快好起来的，阿静。这一次便由你来替我守护好听雪楼了。是。楼主先前说，月魂不日便可回归听雪楼，是因为孤光。不错。 冥河在教中大刑构陷，将冰灵下狱。孤光为了救出冰灵，只能拿出与我结盟的诚意来。楼主，此次邀请群雄赏鉴的本意。 是为了避谋害殷家的凶手露出马脚，只不过国色监威名一出，江湖各路人马蠢蠢欲动，届时听雪楼一定会掀起一场不小的风波，你一定要稳住大局。先前是我未曾查证就怀疑你。 是我不对，都过去了。楼主可曾想过，若此次赏鉴大会，南宫无垢，先陷听雪楼于不义，而我们又没有实质证据来反驳，那往后听雪楼该如何在江湖上立足？何为真相？ 口说无凭，眼见为实。我听雪楼千里赶至殷家相救，大义心慈收留孤女，这是人人可见的事实。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。心虚之人定会做出心虚之事。更何况我们还有殷姑娘，可以证明我们的清白，有何可惧？ 阿静明白了，我先和南楚去商量赏鉴大会一事。你好好休息。阿静，南宫无垢心机颇深，此次他敢直入听雪楼，定是有备而来。 你必须先保护好自己的安全，其次才是听雪楼，明白吗？阿静心里最为重要的是楼主的安危。
师兄。楼主。有什么事说吧。叨扰师兄尽忠修养，小台实在惭愧。但是有一件事情真的不能再拖了，还请师兄亲自评判，给出结果。我与静姑娘同为听雪楼之人，却因沉沙谷之事心生间隙，纷争不断。如今师兄又如此体弱，楼中内外更加紧迫，想必再经不起任何的风雨。而师兄将赏鉴大会之事全数交给静姑娘，我怕她……阿静是听雪楼的领主，她自然有资格代表听雪楼。楼主说的不错，故而沉沙谷一事今日必须有个了断了。属下已经派黄泉去请静姑娘了。楼主，沉沙谷一事我已闭口不提，不知你心里还想要如何解决？小台既入了听雪楼，那一切定依听雪楼中规矩行事，绝无异议。小台深知，楼主已将楼中所有事务一并交给静姑娘打理，那我也应当按静姑娘之意行事。如今江湖风云欲起，小台也希望自己能够派上用场，好为听雪楼尽一些绵薄之力。如今我只愿听雪楼上下能够齐心一致，共同抵御外敌。若静姑娘依旧认为小台为沉沙谷之事道歉的诚意不够，那我心甘情愿任静姑娘责罚。若我还是不原谅你呢？那我至此便离开楼中，天涯海角，再不会回听雪楼。阿静，小台已无亲人在世，孑然一身，无依无靠，我有责任要照顾好她。她已过了二八年华，楼主你没有责任需要照顾她了吧？其实这个世上谁都没有资格说原谅不原谅，一个人最大的宽容是能对得起他自己的内心。赏鉴大会在即，楼中防守不可松懈，你赶紧带着弟子去巡视吧。是。既然如此，那属下先行告退。我知道沉沙谷一事给你造成的伤痛是无法磨灭的，小台的事情委屈你了。小台的过失确实是造成沉沙谷覆灭的原因，但你心里应该明白，
即便没有机关图，拜月教也会全力进攻沉沙谷。我希望你能放下心中的仇恨，与我一起守护好听雪楼。楼中风雨将至，一切还是以大局为重吧。佳玉，如何？那日下山之人，只有孤光。孤光，但他还未下山之时，便因血骨发作而折返，是我疏忽了血骨发作之日。况且那日他下山的原因，是伊利为身下的信徒们祈福。月魂不见一时，你我虽然秘而不宣，但这盗取之人定然已经有所防范，并且很有可能已经把月魂给藏起来了。所以我们明里暗里都没能查出半点蛛丝马迹。眼下最需要月魂的人是萧逸晴，那盗取月魂者定然是听雪楼安插在拜月教的奸细，或者是被他策反的教中弟子。由于你下令严禁教中传出任何消息，又对来往的车马一干人等进行严密搜查，想来那人也已经察觉到了其中的端倪。那么悄悄传令下去，半个时辰以后严密搜查月宫，凡有嫌疑者全部捉拿。好。禀教主，不好了，左护法出事了。参见教主。究竟发生何事？属下看到左护法时，左护法就已经重伤，但凶手却无迹可寻，属下第一时间就来向教主禀报了。还活着，以孤光的武功在教中几乎无人能敌，看来此人已经蛰伏很久，要想将他揪出来恐怕不易。这银针刺入时力道太大，应该是在打斗中匆忙留下的，这一针足以让人丧失意志。启禀教主，方才在教中发现一具尸体，从受伤的痕迹来看应是被左护法所杀，属下已经搜过身，没有发现月魂。你们先把左护法带回月宫医治。是。你是不是也在怀疑袭击孤光的不止一人？看来教中的内奸远比我们想象的要狡猾，那具尸体可能只是其中之一。所以袭击孤光的人可能已经把月魂送回去了。也不一定，既然已经查无所获，我们不如放饵带其上钩。不是死了一个吗？我们就说死的那个已经被我们给抓住了，那他的同伴定会滋乱阵脚，露出破绽，我们只需要严阵以待。自从母亲离开之后，我在拜月教中立威之举屡屡受挫，当初本想借幻花宫之手除掉萧玉琴，却没想到还是被舒景荣救走。眼下我暗中扶植南宫家，在南宫无垢身上花了多少心血，可即便这次他与清辉联手，却还是无济于事，就连殷家一个孤女都能拱手让听雪楼夺了去。如今眼看着国色渐已成，你让我如何不心急？正因为这样，我们才更不能乱了阵脚。南宫无垢不是还在我们的掌控之中吗？那国色剑究竟会落入谁手中，现在还断言上早。我们不如暂时蛰伏，
待我玄阴心经大成之日，定会给听雪楼重磅一击。此药真能解阿静身上的至尊花毒，我研制多日，几乎可以断定静姑娘身上的毒无解。这个其实是同她身上的毒毒性相当的剧毒药物，眼下既然无药可解，只能先试试以毒攻毒了。只能如此了吗？其实如果时间充裕的话，或许还会有其他的办法，可是我仔细一算，如果不赶紧医治的话，静姑娘毒发之日正是赏鉴大会召开之时。届时阿静要替我主持赏鉴大会，更不能有事。此药喝下之后，两股火性花毒在体内相抗，一时半会儿恐怕无法抵消，再加上静姑娘平时所练的穴位剑谱自有一股蛮横的阳气，稍有不慎就会走火入魔。可有化解之法？萧楼主体质阴寒，若输入内力，自然可以助静姑娘消除体内毒火，可是如此一来，萧楼主恐怕……算了，我再想想其他办法。慢着，薛姑娘精心调配，终于研究出了至尊花毒的配方。她说明彻所言非虚，至尊花毒确实无药可解，若想保命唯有以毒攻毒。此毒潜于脉象中，机不可见，平常并无任何异状，一旦发作便会五脏俱焚。以毒攻毒会有两股花毒在体内相撞，彼此消亡。喝下之后会稍有一些痛苦，你得忍耐一番。如此炙热，这解药，这解药，萧雨晴，你干什么？萧雨晴，你重伤如此，怎可再用内力？你快住手！你练的是穴位剑法，属性刚烈，稍有不慎，两毒相撞，便会引发你体内的魔性而走火入魔。而我体内的寒毒过盛，
唯有我的内力才能压制住你体内的五分之火。阿锦，你一定要挺住。不，你走，这一关我一定能自己过。倘若误伤了你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我自己的。阿锦，若有一日我撑不住了，那听雪楼……伤了你的听雪楼，我一天都不会逗留的。教主，近日来南宫无垢联合相抗听雪楼的势力共同结盟，他们打出了拯救殷家孤女的旗号，准备齐聚洛阳，在赏剑大会之中一举攻灭听雪楼。属下在江湖上造势也小有眉目，不知教主此时召属下回来所谓何事啊？我拜月教何时成了替他人做嫁衣的棋子？我明明要你去警告南宫无垢，你都做了些什么？教主恕罪，是属下一时糊涂。属下只是听南宫无垢说，他不仅能夺来国色剑，还可一举歼灭听雪楼，才贸然与他合作。不要说了，我问你，你是否还擅自答应了要把中原势力划分给他南宫家？清辉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教主，南宫无垢的确提过此事，但属下万万不敢亲自做主，还请教主明鉴。滚下去吧！国色剑一事，你不得再继续插手。是。参见教主，不知教主唤属下来何事？姑姑，你现在的伤势如何？托教主洪福，虽未痊愈，但已无大碍。很好，如今萧逸晴狼子野心，不但为了一己私欲杀害了龙泉殷家几十口无辜性命，还将殷家之女囚禁于听雪楼，逼其为听雪楼铸国色剑。南宫无垢乃本教之人，他想要为心爱之人报仇，我拜月教必定鼎力支持。既然教主吩咐了，属下必誓死完成。
此次便由你带人前去相助南宫无垢，务必替我带回国色剑。是。派人盯着他。是。你还是不放心顾光？教中奸细一日不出，所有人都有嫌疑。此番我派人盯着他，希望他不要让我失望才好。靖领主，近日江湖上各大门派纷纷进入洛阳城，分散驻扎于听雪楼附近，想必都是为了赏剑大会而来。这些个教派的人大多数都与我们听雪楼有所结怨，而且拜月教的人也混迹其中。依我看，赏剑是假，意图对我们听雪楼不利才是真。只是疫情现在还在昏迷当中，真是让人担忧啊。千万要封锁楼主重病的消息，让池小太加强楼中的警戒布防，明日让听雪楼所有的弟子都打起精神来，我绝对不会让江湖人士动听雪楼一分一毫。是。靖领主到。诸位有礼了，想必诸位都知道，此番国色剑的问世，听雪楼以殷家的名义举办此赏剑大会，就是要给这天下第一的国色剑挑选出他名副其实的主人。只要有听雪楼在一日，中原武林便定是太平无忧。只是不知萧楼主今日为何没有亲自现身。是啊，楼主近日身体不适，所以未能亲自前来。若要真是如此，这江湖上又要生乱了。禀靖领主，有两方人马正在楼外吵闹滋事，似是为了谁先进入听雪楼而起了争执，继而大打出手。高欢在，速带一波弟子前去，尽快平息此风波。是。此番能受邀前来听雪楼赏剑者，皆是江湖上有名有望的帮派，既然来到了听雪楼，多少也要给楼主一些面子。他们之间若是谁不肯调停，即刻传下听雪楼的命令，至此不得踏入江湖中原一步。是。敢问靖领主，是否找到杀害殷家的凶手并为其报仇，便可拥有国色剑？不错，
那试问，若这个凶手是一派之主，在江湖中有着不可磨灭的地位，以在场诸位的能力，如何凭一己之力为殷家报仇呢？只要能够找出凶手，无论对方能力如何，我听雪楼定无条件相助此人，替殷家报仇。大家此番前来听雪楼，长途跋涉，一路辛劳，还请好生歇下用膳，国色见定如约与大家相见。多谢静灵主。今日萧逸晴连面都未露，看来他的身体比那日更加虚弱。这两日他都未在楼中露面，一切事务已交由南楚与静姑娘打理。虽然他们口风甚严，但我根据种种迹象推测，萧逸晴应该是病重到了无法下床的地步，甚至很有可能昏迷不醒。看来是天助我也。如今我已联络各派结成结盟，一切布局都已妥当，只待赏鉴大会之日，一举揭穿萧逸晴的真面目，为你殷家几十口人报仇。刘珠，如今只能由你做我南宫家在听雪楼的内应了。如此，我们里应外合，方可一举歼灭听雪楼，为你爹娘报仇。好，一切都听你的。你且配合我的行动便可。无论是谁灭我殷家，我这次定不会留情。无垢，当初我爹娘虽然极力反对，可是我一心想跟你在一起。现在看来，当初的选择都是对的。那日我赶到河边，未见你身影，我还以为你后悔了呢。没想到那晚你去了河边。当然，我在约定之处等了许久，也想了很多。这辈子我都不后悔与你相遇。可事后我听闻殷家出事了，我派人前去查探，才得知你被听雪楼的人带走。唉，都怪我，若不是我晚了一步，也不至于让你落入贼人手中。这么说，事发当晚你没有去殷家？当时听闻你被带走，我心急如焚，只想着尽快赶往听雪楼要人。后来你托我去取神兵谱，我才去了殷家。那日被灭门的痕迹也被听雪楼的人打扫干净了。结发金铃你带来了吗？你说的话我都记在心上，等此番灭了听雪楼，为你爹娘报仇，我便立刻娶你进门。你既喜爱金铃，等你我大婚之日时，我便在咱们的新房内挂满金铃，可好？无垢，你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值得托付的人了，你可千万不要辜负了我。你放心。
傻，为什么要伤自己至此？还有那一夜，那一夜你在客栈喝下的到底是什么？是相思泪，对吗？为什么要瞒我至今？为什么要一个人扛下这一切？舒静柔，若不是当初你劝师兄举办赏鉴大会，又让他为你解毒，耗尽了自己最后一丝内力，他何以在大敌当前再次昏迷？由此看来，你就是一个灾星。当年害死白老前辈和你的大师兄，现在又来害我师兄，恐怕要不是你，我爹他也不会死在黄花宫前。所以你当初求我原谅你，不过是虚假之词。我做错事情，自有师兄决定是否原谅。听雪楼是师兄的心血，我自然会守护。但你休想让我全身心的去屈服于你。赤小台，我根本就不在乎你是怎么看我的，你只要知道，这个听雪楼是萧逸晴的心血，赏鉴大会在即，我希望你也能为听雪楼出一份力。那是自然，但你休想在师兄面前将功劳独占。明日便是赏鉴大会，楼主将设宴款待江湖中人，届时风情院会派人手前来相助，这正是南宫家趁机混入楼内的大好机会。这是我私下打造的听雪楼出入令牌，相信能骗得了那些守卫。凭你的手艺，定不会让人看出端倪。楼内的安排均在你我的计划之中，一切就看明日了。明日纷乱之际，务必照顾好自己。谁？你们，至昨日午间起，听雪楼中饮用的泉水都已被我下了药，每隔两个时辰一次。因为每次下的药量都不大，所以楼中之人根本无法察觉。一流珠，好你个忘恩负义的人！听雪楼当初不远千里的救你，还好心的收留你，你就是这么报答自己的救命恩人的吗？恩人，灭我殷家满门的便是你们听雪楼。灭殷家刘姑女，再让我满怀感恩之心的留在楼中铸造国色剑，这一切全都是萧逸晴的阴谋。是真，来世孑然一身，去也孑然一身。堂中皈依的灯，暗自铺陈。
两拨人间一座悲喜楼，凭栏尽处七夕白衣瘦，谁步步回头，却道浮生依旧，斜雨腥风思念怎么透。饮一盅江湖醉的风危险，品一口流年下的雪为甜。命运它如刀光如利剑，不明风月叫世间意义道破了执念。在天上落过泪的月是雪，在心里下过雪的人凛冽，月化作决裂到处心间，斩寂寞荒原也要渡世间尘，楼中人皎洁。